这能倒吗？我感觉武器随便倒呀。啊，nice，好 Q，感觉全杀了呀。哦，这暴击都 Q。这波太炸了！就其实他们现在下路的战斗力挺强的，维鲁斯现在有个六级，这边要强行的杀了，赖的很危险，没有双招被顶在墙上，那赖的死掉了。换个俊，换到了俊还不错吧？刘青松拿到这个人头，亏是亏了，就看微博下路能不能控个小龙吧。哇，这赖骗了。哎呦，哎，三，武器没，我操！啊，终于是，饶死！啊，这太赚了！是不是你死了呀？感觉出了问题啊！飞姐，不知道吗？飞姐，飞姐，动都动不了。这只要你动都动不了。啊，但是这绿泥位置太浅了，这有闪现，这个关不了的时候不能往前冲啊。这里有，确实控制太多了，做不了什么。现在的 QE 哦 E 的时候命中了，这 OE 没 E 了，没闪没 E，武器的位置吃了果子，已经满状态了，差不多。因为 W 给到武器 E 下面，我操，又断了 E，中塔没了呀，血没清完，是吗？嗯，我操！不是，为什么绿泥不点 Q 呀、啊？他点 Q 能断呀、啊？一般不会这种想这样想，一般买女瑶，对，是、啊。我操！刚才蝎子是啥呀？我操，蝎子！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他不往后走呀？他能选往后走吗？这不能动手，打前一血是吧？哦，一没了，一没了。那这心都死了呀，就算死了。哦，一没死吧？哦，一没死。
觉欧一死了，差一点都没了，维罗斯都没了，但是有进化。他应该知道，他应该知道吧，他应该知道埋了那个盾就是死不了的。有 T 吗？有 T， 每个是中 AD 普，中 AD 中路的下路没大，打不了，没大，三个没大，路线是不算，也是打不了，打都打不了，最重要的打两个没了，给了。拼丑吗？拼丑吗？哎，拼不了。啊，感觉出问题了。这武器死不了呀！开一，对呀，一十秒，十秒的时间，他是他不吃 A 的伤害，这右边是全是 A 伤害啊！啊，我觉得这拿了奥米打的武器有点。是很好，我感觉卢锡安在武器也行。为什么卢锡安在奥义打武器全是 A 的英雄，给不了压力吗？武器随便探视野。对啊，感觉不是你会死呀、啊，你在这边会死吗？但是奥义这拉风一点都没有，他吃到了一个控制直接死啊。